大家好，今天我为大家教学的是少林螳螂拳中的闯少林拳。闯少林是拳师们根据少林一路和老少林两套拳的技法特点，结合螳螂拳的演练风格，加以整理而创建的一套优秀拳术套路。该拳动作紧凑，大开大合，动作干净利落、舒展，其特点是朴实、猛烈。它集手法、腿法、摔法及拉法于一体，其击法特点是接招便打，打中带拿。该拳流传于江苏泗洪、南京、淮阴、安徽泗县、宿县、合肥等地。下面我将闯少林第一段给大家演练一遍。下面我将第一段为大家进行分式讲解。第一个动作，左右推掌。其动作要领是：两腿挺直，两背自然下垂，两手轻贴于身体两侧。掌心向内，两眼向前平视，然后左脚向左侧迈出一步，同时左掌由下向上向左画弧抓握成拳置于左腰间，然后右掌向左侧推出，最后右掌由前向后画弧，抓握成拳置于右腰间，最后左掌向右侧推出，呈右弓步。下一动作是含击亮掌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其动作要领是：左脚向前一步，站成左虚步时候，左掌变为勾手，由前向后挂钩，然后右手从胸前向上向右侧翻掌架出，眼睛向左注视。下一动作是双龙吐珠，给大家演练一下。其动作要领是：左脚迅速抬起，然后两手收置于身体的两侧，左勾手变掌，两手心向上，从胸前向前侧穿出，身体微向前倾。下一动作是并步按掌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其动作要领是：左脚向前一步，然后两手自然下垂，在右脚靠拢左脚时候，两掌由身体两侧，使掌心向上，两手上举。当两手发乎至身体上侧时，手腕翻转，使掌心向下，经胸前慢慢下按，两掌指相对，掌心向下。下一动作是金鸡独立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其动作要领是：
左脚抬起，然后左掌由下向上挂超，使掌心向上，掌指向后，右手变为勾手，由前向后挂钩，挂钩时候身体稍向左转，眼睛向左侧注视。给大家再示范一下，下一个动作是移龙铺路，其动作要领是右脚向左侧弹跳，然后左脚向左侧伸出，伸出时候呈左瀑布，最后左掌由上向下发弧至身体的右侧，使掌指向上，然后右勾手由后向前向上摆着于身体的右前侧，掌心向前，眼睛向左注视，同时身体重心落正于右腿。下一个动作是撩阴掌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其动作要领是顺利前倾，左掌以左掌根为力点，由下向上抄起，抄起过以后，左手由上向下按动，最后右掌向前侧撩出，撩出时候身体前倾，下一动作是按起脚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其动作要领是右脚向前一步，然后将左脚向前前侧弹踢出去，弹踢过以后右脚向前侧弹踢，在弹踢时候左掌迎拍右手背，拍过以后左手后摆，右掌以掌心为力点迎拍右脚背。将这个动作给大家再示范一下，下一个动作是吊打窝头锤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其动作要领是将右脚落步过以后，左手变拳由下向上挂出，然后身体左转，在左转时候右手成拳从腰间向右侧面打出，眼睛注视右拳。下一个动作是回身下劈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其动作要领是身体左转，然后左拳受于左腰间，右拳以拳心向下，以拳面为力点向前侧打出，眼睛注视右拳。下一个动作是弓步架打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其动作要领是左拳从腰间由下向上超挂，在架起过程当中左手背翻转，同时右手回收，以身体左转为惯性将拳向前侧打出。
下一个动作是顺手牵羊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其动作要领是在左弓步这个动作基础上，两拳变掌，身体前倾，在向前抓握后拉过程当中，右脚向前侧卷踢出去，卷踢时候以腰带动，右腿向前侧扫出，两掌后摆。下一个动作是顺风追腰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其动作要领是右脚落步，然后左脚向前侧跳出，在跳出时候两掌垫拳，左拳由下向上挂出，随后右拳从腰间向前侧打出。将这个动作从正面给大家再示范一下。下一个动作是挂印狮子手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其动作要领是身体右转，然后两拳变掌，由下向上超挂，在超挂时候左掌在外，右掌在内，两手贴于胸前，身体微向左倾，眼睛向左侧注视。下一个动作是夜叉探海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其动作要领是身体稍向前倾，然后左掌由下向上前挑，右手由胸前向后侧摆出，摆出时候以左掌以右掌掌心向外，掌指向后，两背伸直。同时这个动作它的要领是在身体前倾时候，以左背上侧为力点向前侧挑出。下一个动作是按狼当山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其动作要领是左脚向前一步，当撑左弓步时候，右手变为勾撩手，由前向后挂出，在挂出过程当中，左手由下向上经过胸前向外侧挑出，在挑出时候以左掌的掌外眼及根部为地点向前侧推出，后手雕出时候右背要伸直，眼睛注视左手。下一个是挑打窝斗锤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其动作要领是左脚回收，左掌由下向内，然后向上挑挂，使左掌心向上，然后左脚向前一步，随后右脚向前一步，身体左转，然后两手变拳，左手置于身体的左上侧，右拳从腰间向右侧面打出。下一个动作是立马三箭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
起动作要领是，在右脚靠拢左脚的时候，左拳回收抱于腰间，右拳屈背，由外向内横割。在进行各掌的时候，身体尾向左转，随后右拳翻转，使拳形向下，然后屈背向后侧撞出，撞出时候身体向右转，随后右脚上前一步，单上马步时候，左手由下向上挂超，置于身体的左上侧，然后右拳顺势向右侧打出。我将这个动作从正面给大家再示范一下。下一动作是俯坐坡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起动作要领是右脚回车一步，然后左拳由上向下经过胸前向外拨动，以拳心向外，拳面下垂，右手由前向后向下向上架置于身体的右上侧，此时左拳拳面倾贴于左腿的右上侧，步行是左屈步，眼睛向左前侧注视。下一动作是大掀蟹背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起动作要领是左脚向前一步，在向前时候，左脚向外侧摆扣一步，随后左拳由外向内向上挑挂格挡，随后右脚向前一步，在上马步时候身体左转，随后右拳由上向下接劈，在接劈时候左拳变掌迎拍右手背内侧。下一个动作是弓步下打，给大家示范一下。其动作要领是身体右转，然后右拳以手背为力点，由胸前向上挑挂，挑挂时候右拳拳沿向下，随后左拳从腰间向正面打出，眼睛向前注视，步行是右弓步。下面我将第二段给大家演练一遍。下面我将第二段给大家进行分式讲解。第一个动作，猛虎吊尾。将这个动作从正面给大家进行讲解。其动作要领是右脚从左脚后侧迈出一步，在呈头部时候两拳变掌，同时左手下摆至身体的左侧时，右手变拳，右手变掌，由前向后砍击，砍击时左手和右手迎击，左手以虎口，右手以右掌前沿，眼睛注视左侧。给大家再示范一下。下一个动作是一龙扑路，给大家
也练一下。起动作要领是：两腿起立，迅速前跳。当撑左腹部时候，两掌向上画弧，左手由下向上置于身体的右前侧，掌指向上，右手摆至身体的右上侧，掌心向上，同时身体迅速向右转动。转动时候，身体重心下移，眼睛向左侧注视。下一动作是天王托塔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起动作要领是：右掌向下落入于身体的右前侧，向下拍地，随后抓握。二后，身体起立，左腿上抬，同时。左掌变拳，迅速翻转，使拳心向内，肘尖向下。然后，右拳变掌，从左手下侧向左侧飞出。这个动作，它的来源于古代战争时候，两边交战时，在用手抓握地下食物时，向侧面打出。这个动作也称为是腋下偷手，给大家再演练一下。下一动作是一龙扑路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下面我将猛扑吊尾、一龙扑路、天王托塔、一龙扑路给大家放空两下。示范一下，下一动作是青龙缠身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其动作要领是：身体前屈，右掌由下向上。上抄，然后两背画弧进行旋转，左背由下向上进行反抄，在轮绕3圈过以后，身体前倾，左背在前，右背在后，给大家再示范一下。下一个动作是童子百活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起动作要领是：身体左转，当成马步时候，两掌变拳，两手由外向内，合拢撞击，两拳拳心向下，两拳面相对，两拳距离约10公分，眼睛注视两拳面。下一动作是立式分流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其动作要领是：两背由内向外进行反绷，反绷时候两拳心向外，眼睛注视右手。在做立式分流时候，两背要打直，两肩要平，力达两手背外侧。下一动作是小僧劈柴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起动作要领是：左脚向前一步，当成马步时候，左拳变掌，右拳由上向下进行斜劈。下一动作是
小陈劈柴给大家再示范一下。右脚向前一步，转成马步时候，以右手背下劈，左掌迎胚，眼睛注视下侧。我将左右小陈劈柴给大家连贯地再示范一下。下一个动作是刘海系金蝉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其动作要领是左臂下劈过以后，身体前屈，然后左拳变掌，右掌变为勾撩手，向前侧弹踢。在弹踢时候，左脚抬起，身体微向右屈，给大家再示范一下。下面我将第三段给大家演练一遍。下面我把第三段给大家进行分式讲解。第一个动作金鸡独立，其动作要领是左脚向左侧迈出一步，随后右掌由下向上下出，右勾手由前向后勾挂，在勾挂时候左右腿抬起，眼睛向右侧注视。下一个动作是小猴拉犁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其动作要领是右脚向左侧迈出一步，同时右勾手由前向后勾挂，最后左脚以脚掌为力点擦地面，向后侧撩出，最后左脚向前一步。当右脚向前一步时，右手再次以勾手向后侧勾挂，眼睛注视后侧，随后再以左脚为力点，以左脚掌轻贴地面向后撩踢，随后上前侧迈出一步。在右脚向前迈出一步时，右勾手再次由前向后勾撩，小猴拉犁可以做3次至5次，根据动作需要。下面我把这个动作给大家再演练一遍。下一个动作是金鸡独立，在小猴拉犁这个动作基础上，左脚向左侧迈出一步，随后右勾手由前向后向下进行勾挂，同时右腿提起，眼睛向右侧注视。下一个动作是马步接欠掌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其动作要领是右脚下落正脚，随后身体右转，左脚向前一步，当成马步时候，右手由前向后抓握，随后左掌由上向下进行截切，在截切时候将身体微向
前倾，右手后抬，眼睛注视左手，从正面给大家示范一下。下一动作是头部盘肘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将这个动作从正面给大家进行讲解。右脚从左脚后侧迈出一步，呈头部时候，左掌变拳，拳心向内，由后向前进行摊肘。在拍肘的时候，右掌迎拍右肘的外侧，在解拍过程当中，身体微向前屈。给大家再示范一下，下一动作是扶尾腿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起头和要领是身体微向左屈，随后抬起左脚向左侧踹出，踹出过去以后，以脚跟为地点向后挥扫。从正面给大家再示范一下，这个扶尾腿动作要领是踹踢过以后，再以左脚脚跟为地点向后勾带，勾带时候左胯要平。下一动作是斜飞脚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起动作要领是俯身坐过以后，左脚下落，身后身体左转，右脚向右前侧斜踢出去，斜踢时候左掌迎拍右脚脚背。下一动作是蹬扑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起动作要领是结合右斜飞脚，这个动作要领将脚踢出过以后，以右脚跟为地点向后侧扫出，在扫出时候右掌由上向下按出，眼睛注视右掌。给大家再示范一下，当右脚下落后滑呈走弓步时，右掌以腰带动身体向前侧转动，在退掌与转胯同时进行。下一个动作是掏心掌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其动作要领是在蹬扑这个动作基础上，身体右转当成右弓步时，左拳变掌，从胸前向右侧推出，掌指向上，掌心向前，眼睛注视左掌。下一动作是压马后劈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起动作要领是左腿抬起，在右腿抬起时候将左掌向前侧推出，随后右腿经过左腿前侧向左侧迈出，然后左腿弹起向左侧迈出一步，到成马步时候右前变掌，从左掌上侧向下砍出，
在砍击过程当中，左手回收，然后上架，在右掌砍击左掌背时候，力打右掌背的掌根和前沿部位。给大家再示范一下，下面我将第四段给大家也练一遍。下面我把第四段为大家进行分层讲解。第一个动作炮锤，给大家示范一下。其动作要领是身体左转，当成左弓步时，右掌变锤，由下向上超出，超出时候右拳拳心向内，手背弯曲，左掌迎锤，右手背内侧。下一动作是金鸡抢食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其动作要领是右拳由外向内翻转，在换拳过程当中，右拳变掌搭于左手肘上侧，然后右脚向前一步，当成右屈步时候，左掌向后，右掌向前，将掌向前推出。此时右掌掌根掌外沿向前，左掌肘背弯曲，掌心向外。将这个动作给大家再示范一下。下一个动作是恨步下打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其动作要领是右掌回收，掌心向上，左掌向下按着于右手背上侧，随后踢起右腿向下震脚，左脚向前一步，当成马步时候，左掌顺着右手背上侧向左侧接出，右掌翻转架于身体的右上侧。给大家再示范一下。下一个动作是乌龙双持动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其动作要领是身体右转，随后两掌变拳置于身体两侧，随后左脚向前一步，当成左弓步时候，两拳从腰间向前侧冲出，两拳拳心向下，身体微向前倾。下一个动作是探海取宝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其动作要领是右脚从左脚后侧迈进一步，在呈头部时候，左拳由身体的左前侧由下向外反驳，右拳由身体的前侧翻转反绕向右侧摆出。给大家再示范一下。在做探海取宝时候，左拳翻转使拳心向上，力打手背的外侧。下一个动作是
旋身卧斗锤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其动作要领是：两腿弯曲，身体右转，左拳变掌，由里向外抓握，成拳，哎吼，左脚向前一步，当成马步时候，左拳从腰间向侧面冲出。下面我把第五段给大家演练一遍。下面我把第五段给大家进行分式讲解。第一个动作，炮锤。其动作要领是：身体右转，当成右弓步时，左拳由下向上超出，右拳变掌迎击右手背的内侧，同时左手背弯曲，眼睛向前平视。下一动作是罗汉剑阻，给大家演练一下。其动作要领是：左脚向前一步，两腿屈膝下蹲，随后右掌变锤，置于身体侧面，同时身体前倾，左拳向左侧打出，右拳上架于身体的右上侧，眼睛注视左拳，给大家再示范一下。下一个动作是通天炮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其动作要领是：右脚下落，左拳变掌，由上至下按于身体前侧，随后右拳由下向上超出，身体落后仰，眼睛注视右拳。下一动作是夜叉探海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其动作要领是：右拳由外向内进行旋转，然后变掌置于身体前侧，此时左掌在外，右掌在内，两手相叠，右腿向前伸，当成右瀑布时，左掌后摆，右掌前穿，眼睛向下注视。这个动作要领是：身体要微向前倾。从正面给大家再示范一下。下一个动作是出身烂掌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其动作要领是：身体前倾，然后左掌由后向前撩出，右掌由上向下推击，这身体前侧，随后左腿向前侧接踢，迅速翻转身体，左脚下落，当成左瀑布时，两手手心向下，由上向下翻转下按，眼睛向左侧注视，给大家再示范一下。下一个动作是
后扫堂腿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其动作要领是身体前倾，将两手依握于左脚前侧，随后左脚脚跟离地，以左脚脚尖支撑身体，随后身体旋转，将右腿向身体的后侧扫出，眼睛注视右侧，在扫出时候，右脚脚掌要贴于地面，向后扫出，给大家再示范一下。下动作是展单针式，给大家演练一下。后侧雷管一吼，身体前倾，然后左手上架握拳，右手将拳从腰间向侧面打出，在打出时候将左腿提起，给大家再示范一下。下面我将第六段给大家演练一遍。下面我把第六段为大家进行分式讲解。第一个动作，蓝手柳桩拴马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其动作要领是左脚下落，左拳面掌由内向外摆动，之后右脚向前一步，当成马步时候，左掌抓握成拳置于腰间，随后右拳从腰间向正面打出。下一动作是穿条掌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其动作要领是右脚回收，左手下按，然后右掌从身体前侧向前穿条出去，穿条的时候手背弯曲，左手置于右手下侧，掌心向下，右手掌心向上，力达右手的四指。下动作是扫眉掌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其动作要领是右弓步穿掌，这个动作基础上，左脚向前一步，当成左弓步时候，左掌换转，使掌心向上，然后右掌掌心向下，在右手向下画弧，按着身体前侧时，左掌由内向外扫出，眼睛注视左掌。下一个动作是窝头锤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其动作要领是在扫眉掌这个动作基础上，左掌翻转抓握成拳置于左腰间，随后右脚上一步成马步时候，左掌变拳从腰间向侧面打出，右拳拳心向下。下一个动作是蓝手拴马桩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其动作要领是身体右转，然后左脚向前一步，右拳变掌由外向内抓握，然后掷拳向后撞击，
在撞击时候，左拳从腰间向正面打出，身体微向左倾，从正面给大家示范一下。下动作是回头望月，其动作要领是左脚向右脚后侧迈出一步，身后左拳由下向上挑挂置于身体的左侧，身后右拳由身体的前侧向右后侧扫出。下一动作是转身接手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其动作要领是身体左转，然后左拳变掌，在身体旋转过程当中，两背随着身体继续左转。当身体摆正以后，撑马步时，右拳翻转，使臀心向上，然后由外向内进行接击。在接击过程当中，左掌以掌心向内拍击右手手背，眼睛注视右手。下一动作是靠肘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其动作要领是右手接击过以后，身体左转，当转成左弓步时候，右手背突然翻转，使拳心向下，然后左掌移握至右拳的拳背，利用身体旋转力量将肘由后向前弹出。在进行靠掌时候，身体要以腰为力点向前侧带动，眼睛注视右肘尖。下一个动作是阶梯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其动作要领是左掌变拳，然后两拳收于两腰间，随后后腿向前侧接踢出去。下一个是俯坐坡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其动作要领是右脚迅速回落，左脚向后带半步，当成左虚步时候，左拳翻转，使拳沿向内，拳心向外，置于左腿的大腿上侧，随后右拳翻转，架于身体的右上侧，使右拳拳沿向下，眼睛向前侧注视。讲这个动作给大家再示范一下。下一个动作是收势，其动作要领是左脚向左后方迈出一步，随后两拳变掌自然下垂，右脚靠拢左脚时，两掌以掌心向上，两背向抬，向上胯骨摆动时至身体上侧，随后两手翻转，使掌心向下，经身体前侧反腕下按，下按时两掌指相对，当按至身体下侧时，两手背自然翻转，摆正于身体两侧，此时要求是两脚跟并拢，
两腿挺直站立，挺胸收腹，两背自然下垂，两手心向内，轻贴于身体两侧。下面我把闯少林里边的部分记忆动作给大家讲解一下。首先讲解第一个立马三箭，我将这个单式给大家示范一下。其记忆要领是从侧面给大家进行讲解一下。对方一拳向我打来时，我抬肘，以肘背由内向外将对方的肘进行撞击。对方如果以一拳击打我头部时，我以抬肘上挑对方来拳，随后身体下蹬，用拳击打对方的肋部或面部下一个动作是大掀蟹背，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动作的单式。其动作记忆要领是对方一拳向我打来时，我以左手由外向内将对方来拳架住，随后抬手劈打对方面部。当我劈打对方面部时，对方如果一拳向我打来时，我迅速身体前倾，将对方来拳靠住，随后利用身体向右转的惯性将对方靠出。下一个动作是金鸡抢食，将这个单式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其动作记忆要领是对方将我胸部抓住时，我左手按住对方的掌关节，同时身体前倾，然后以拇指上扣对方腕关节，下边四指托住对方肘关节，然后身体前倾，前倾过以后将对方的手翻转下按，使对方疼痛难忍，随后右掌迅速推击对方的面部，将他打击出去。下一个动作是挑拳掌、扫眉掌、窝头锤，将这个动作单式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其记忆要领是将这个动作给大家再示范一次。其动作要领是对方一拳向我打来时，我左掌下按，右掌穿挑对方的咽喉部位或眼睛部位。对方如果以另一拳向我打来时，我抬肘由内向外将对方完全拨开，随后以左手手背砍击对方的颈部。在砍击时候，同时肘尖要下垂，防止对方一拳另一拳向我打来，随后身体左转，将右拳击打对方的腹部、肋部。下动作是转身接手靠肘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将这个动作从侧面给大家讲解一下。对方一拳向我打来时，我迅速闪开对方来拳，用手抓掉对方的前手背，同时用拳和前手背击打对方的后背或颈部，然后迅速转身靠肘击打对方的后背。少林螳螂闯少林，今天就给大家讲解示范教学完毕，谢谢大家。